喜欢的话，到时候来提车，我直接给你安排一箱，好吧？我直接给你安排一箱啊。摄影师是鸡腿摄影师。继续讲你嘞。你稍微把这个镜头动一动，不能扰乱我的。没事儿，我多看一看我就懂了啊，我多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们有什么虎狼之词呢，虎狼之词呢，请你们用拼音把它打出来，好不好？用拼音把它打出来啊，不要老给我整这些，带点什么其他的啊，不要把老把脚露出来，哥哥，我这样蜷着坐还是蛮难受的啊，越容易悲观，小黑屋。呵大家喜欢看，但抖音爸爸不喜欢看啊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前面时间，哥哥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找我，现在立刻马上啊，就来找我，我直接到时候给你安排一箱好吗？直接给你安排一箱啊，话不多说，是不是？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找到我们？哥哥给你们说一下啊，我们家的话，裸车加定制一个价格30到100多都会有的，不管说是迈巴赫的一个包围，GLS 一个包围，包围奔驰的平顶，奔驰的一个高顶，V260，V 停，9座的、半隔断的、全隔断的都会有。怎么样找到我们呢？来，哎呦，刮到我们这个，弄到这个安全口了。来，怎么样找到我们？点击我们右下角1234这个小风车。然后往上一滑，再点一下这个免费预约，留下你的这个。我们后面的话会有小哥哥、小姐姐对你们进行一个专业解答。你可以让他给你发一些车型的报价表啊，发一些车型的参数配置图片过来，对吧？万一图片一看，就是你心动的呢，就是你那种情有独钟的车型呢，对不对？这就带开回家，我们周末就可以带我们家人出去玩了啊。穿啥鞋？人字拖来。苹果啊，小苹果又来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是我们的老粉啊，好像是我们老粉。来，感谢我们大哥的一个关注啊！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宝贝，没有点关注，先给我们左上角点波免费的关注。特别喜欢的可以给我们亮亮粉丝灯牌，关注没有点，咱们的感情不长远。灯牌没有亮，永远在闲逛啊！这款车是什么车呢？大哥，爱情总会有争执，除非你家开奔驰啊！奔驰 V 停的一个高顶双开门的7座定制版本啊，7座定制版本，前排、中排和后排7座大空间，还有过道在中间，我们可以躺在这个沙发床上面看着前方的电视机，也可以选择在前排边坐着马杀鸡边看着咱们电视机也是可以的。中排航空座椅它是带有按摩、通风、旋转等功能的，是吧？中排旋转180，四人对坐就享家啊！旋转过来之后呢，中间还可以支棱一个小桌板，把我们冰箱里面提前冻好的啤酒、提前冻好的红酒、冻好的零食、水果拿出来，一起一家人吃吃零食、玩玩游戏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们夏天比较热的时候，空调不能第一时间给我们降温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把咱们的什么，可不可以把咱们的一个，通风功能打开？可以的啊，夏天的时候、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加热功能，并且呢，我们后排的一个沙发床，它是可以放成什么？后排的沙发椅呢，它是可以放成1.8米的一个沙发大床的啊。江西的那个西西，那你多少要给我说一下，我到时候去看一下啊，多少要把它的那个啥，波波间给我说一下啊，我到时候去看一下。来，后排的一个沙发床啊，它是可以干嘛的？一家三口如果说累的时候，我们爸爸妈妈坐车时间长了累了，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下。两侧呢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双层绒布的隐私窗帘的，对吧？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想要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跟我们老婆、跟我们的女朋友，对吧？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，给我们的一些爸爸妈妈，他们休息的时候，觉得外面阳光特别刺眼，直接把窗帘关起来了就行了，对吧？想要保证咱们自己隐私性的时候呢，把咱们窗帘关起来就可以了啊。后面的这窗帘都是电动的，怎么操控？来这一块看到没有？这儿有一个触控屏啊，我杯子挡着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块有一个触控屏，可以控制整车的一个灯光电器，还有控制咱们后排的一个窗帘啊，可以的，对吧？窗帘分为电动跟手动啊。
然后这个车裸车加定制的一个价格呢，只要60多。我们所有能看到的地方，所有能看到的地方，对不起，这一句话我也稍微有些懂呢，有些小懂呢，哥哥，这一句话我也稍微有些小懂呢，对吧？我们的一个包围，我们的一个驾驶舱的一个什么，我们的中控台，主副驾驶的一个中央扶手冰箱，还有咱们的一个无线充电系统。娱乐系统、阴影系统、天窗、顶灯、中排航空座椅、后排的沙发床、底部的一个地板、后侧墙，还有看不见的隔音减震，都做了一个升级的啊，都做了一个升级的啊。裸车加定制的一个价格都只要60多，只要60多。感兴趣的宝贝可以去点击我们右下角的一个小风车，我们后面的话会有小哥哥、小姐姐对你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。小风车在哪儿？大哥，我跟你们说一个大概的位置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摄影小哥哥不在，我不敢乱动啊。来，我们右下角1234，往这边往左边一数啊，发四个按钮就可以了。来。主播懂吗？主播稍微有些小懂啊，拜哥哥们所赐啊，拜自从认识了你们之后呢，我懂得就稍微有一些也小多了啊。本来之前是这么点儿，对吧？之前在学校的时候，通过我们的同学们呢，就我懂得这么点儿，现在懂得这么多啊。来，能不能不要发弹幕？不行不行，我得看看你们发的弹幕啊，我得给你们多说说话啊。来看看那个店呢是什么。没有啊，就路边的那种几十米的那种啊，什么桶的，同学们都能告诉你，是，你知道之前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航校嘛，当时我读书的时候，旁边坐了两个男孩子，他们平时的话都挺多的，然后那一天我正在发呆呢，我说哎，这两个人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就刚好转过去，然后他们也刚好拍了我，还说哎，你看不看？我一看。他们在手机开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就转个头算了，真后悔没做。真后悔没做你同学，不迟啊，不迟，来找我啊，来找一下我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假装一下啊，到时候假装一下啊，对，没错，没错啊，你猜对了。当时我真的特别无语，我就说那天他们干嘛，我也要去看他们在干嘛呢，他们就突然哎把你看不看，我一转过去，我低头一看，哎，这有点稍微有点辣眼睛啊，这稍微有点辣眼睛，在真的真的，但是没有声音啊，但是没有开声音来，但是他们有没有戴耳机我就忘了哈，没有太注意。来，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，没有点关注可以点波关注，没有点赞的可以点点赞，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。这款车是咱们奔驰 V 城的一个高顶定制版本，